说那个时间，大家讨论的欲罢不能哈，所以刚刚这个主办单位哈特别请我严格控制时间，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下午的讨论，其实将聚焦在我们现在大家社会所关心的空污的问题，好，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哈。那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超越14+N哈，14+N这是环保署好提出来的这个就是说治理空污的这种策略的计划。好，那我们也从这个14+N开始来开始讨论理解，好，以及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台湾空污治理有所期许，好，跟展望。那我们今天其实请来的这个阵容也相当的坚强哈。首先，我们这个台大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它将会针对我们这个台湾空气品质治理好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在这过去一年来的这个研究哈进行报告，那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哈，来就是说活络以下的这些讨论。接下来我们会请到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的郑芳怡副教授，好来为我们从这个大气模拟的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的这个空污的问题。那我们也会请到这个主妇联盟保护基金会台中分会的许欣欣副会长，好来跟我们从这个民间的这个观点，好来讨论这个空污的这个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的这个环保署空保处的蔡宏德处长。好，然后从这个公部门的角度，好来评论，以及就是跟大家说明，其实现在政府的空污治理的一个策略。好，那我想我们的这个讨论呢，每一个人大概15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我们会开放好给大家回应。好，跟讨论好的时间，好，那我希望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场次里面也有一些对于台湾空污治理一些热烈跟丰富的这个讨论，好，为我们国家的政策好提出相关的这个建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台湾大学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团队哈，王瑞根博士候选人哈，来为我们就是提出这个中心的这个报告。谢谢各位，非常感谢各位来这里参加中心关心我们这个空污的这个议题。那么今天的报告主要就是有个发想，就是说我们去年其实环保署做了很多空污上面治理的一个改善，那也做了很多措施。那这些事情一直到年底的时候呢，那个我们有些连续的红爆的一个现象，空气品质好像也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民众又开始有些不满，好，那最后呢，在年底的时候就变成说，民众觉得空气很差，可是那个环保署也会提出数据，就是近几年来其实是有所改善，但是对话就到这里为止了，好，所以今天我们会觉得说，一向以来其实像处长在这里哈，今天包括去年对中心啊，对后辈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也很努力的一直改善。那这边也有前署长、魏署长，其实我们2015年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是他开始，那个基础就是后来延伸出来的。所以其实环保署一直做很多，我没看到。但所以我们今天会讲说，如何去衔接政策与民众感知与争议的这一块。那包括从去年也是一直跟处里面，就是包括公民科学这边也都要做一些衔接。所以我们是盼望说，从今天的报告里面有一些数据，有一些观念的那个交流跟提升跟讨论呢，能够让未来的政策跟实际的方向都能够有一些帮助。谢谢。好，这里就是刚刚讲到的，所以就不再赘述。那么其实有一个关键点是说，经常我们常常在强调科学实证的数据，这是没有错的。但是环保民众与环保团体其实重视的，其实有时候是更广的事情。那什么事情更广？我们接下来看。那其实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现在民众获得管道是非常非常及时的，那个网络还有24小时的辨识，所以他们一出去看到红爆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对照天空，那 PM2.5 造成能见度下降，所以他们的感受是很深的。所以虽然说不及格日数也许你做出来会少，但是他们出去及时的感知，他们没有办法去意识这件事情。所以包全台的调查到90.7%的人认为空气污染是严重的。那超过一半，那6/4的人觉得政府没有办法解决。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大家不要当成是一种挫折的。那我们再看怎么去衔接这里面的一些事情，就是今天重点。那这个本来是动画啊，我想这个是环保署提供的图，我觉得画得很好，所以我就这个来引用一下哈。其实主要污染物过去是非常大的下降，那 PM2.5 事实上在过去从有手动监测校正开始，它是下降17%之多哈。但是我们民众那常常在讲这样子，那民众衔接点到底在哪里啊？其实事实就是这样子，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 PM2.5 在全台湾的手动测站来讲，它不及格的战术在这条红线以上，这些战术都是不及格的，年均不及格的状况。那全台湾的测站里面其实只有5个测站是符合我们自己定的15维克立方米的标准，但其中2个是公园测站，也就是国家公园，它本来就不应该不合格了。那所以在这样的严重的情况下，虽然我们也确实肯定它改善很多，但是我们也大家都知道这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大家需要严肃来面对。这边都是不及格的地方。那超标的战术事实上也是相当多的，所以把自动测站倒进来的话，72个测站里面我可以抓到的部分环保署资料的有9个，这个这边是高达25维克立方米，我们的标准是定在15，那美国现在是12，那这个是25以上，这边是20以上，这边是15以上，所以是这样子，这么多的测站是高达31%是在浓度25以上，维克立方米以上。那所以这样子的年平均的严重，我觉得就能衔接到说，其实民众对 PM2.5 的感知跟关切，并不是刚刚那96.5%，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那这么严重，我们要怎么来改善呢？民众为什么对年平均全台湾的平均会无感呢？主要是这样子啊。如果从过去这个4年来看，因为我们大家比较喜欢那个手动校正之后，其实大东部地区改善的是比较多的。当然，我这边不是按照环保署目前空品区的这种分法，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宜花东来讲，它反而是下降比较多。它不太严重的大北，是相对不严重的大北部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当争议的这个中部，相对来讲是少的。那我们觉得很有希望，就是说像埔里他们开始自救之后，其实近几年来下降幅度是非常大，所以空污并不是一个完全不能解决的问题。那大家还会在意什么呢？就是各个重灾区里面，它不一定都有获得比较显著的改善。那所以我们这右左边这栏呢，是污染最严重的前10个测站，那这里是改善也是最多的前10个测站。那对照起来，就是黄色的这4个测站是在重灾区里面，它也同时是改善最多的。那其他6个的状况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紫色的4个就是在过去4年或2年之内，它在改善的幅度却是排在全台湾最后的10名。那这表示说全台湾的平均的改善是17，但是各地的改善呢，有些地方它就不太显著。那所以彰化啊、跟埔子啊、跟中民这些某一些地方，他们就会实际的感受到说，哎，我们这个区域的改善就相当有限。那这也都发生在一些中部的地区。那接下来，如果我们以这个浓度的重灾区做区分的话，我们会看到过去有所改善的这个浓度已经低于18维克立方米的这些地方，下降在过去4年中是下降22.6%，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达到城下，已经进到这个 area 里面了。不过其他的地区就是介于12到14，甚至年平均超过25维克立方米，也是比较严重的这些地区呢，它其实下降的就没有这边来的多。这个也是民众会比较担心的地方，甚至说在这些测站里面呢，丰原、竹东跟平镇这3个站是有这些恶化的情况的。那这些都是民众会去关心的事情。所以我们聚焦在中部地区的时候，如果我们进行一个这个改善程度的5分位分析，去看各自之间的差异的话，也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出来，就是说如果我们抓出20维克立方米的这40个车站来讲的话呢，其中还有8个车站是恶化的。那当然我也要必须附注一下，这8个车站里面呢，丰原车站就占了4个，那一般车站是2个，交通车站跟背景车站各是1个。那所以就发生在丰原、云林麦寮、台西，还有这个彰化县西跟高雄前镇凤山这些地方呢是恶化的。那改善的33个测站里面呢，第一分位就是最少的这个分位呢，改善是7.7，那最多的是24，所以中间呢相差了3.1倍之多。所以在各区域间跟重灾区之间呢，这些地区的有些民众，他们当然就是分布在嘉义啦、台南或是这些中部地区，他们为什么声音经常非常大？就他们明显感染到这样。那现在工业测站的情况，它有浓度这2年有上升的情况，这也是民众会关切的。那我们很希望今年这个2017年出来，我今天早上有确认还没出来，我希望是有所改善的啦。
好，那不晓得处长这边等一下可不可以帮我们补充？这样我们真的是希望会更好，我们绝对不是希望说会差。那所以这个就是衔接的一个点，就是说民众会感受到说，哎，为什么？因为要求公业，因为他也会意识到这个情况。那所以这个小节来讲，我就比较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常在资料落差这边，我只讲这一点，就是现在清测的更新是三年，但是我们很多现在基准年，我们必须再抓2013年。那我知道那个清测是可以有副版本，就是点几点几点几。我们现在包括像早上讲的，我们现在能源产业跟空污整个政策的快速转型，可能要这个东西我们有点几点几的部分，可能要赶快有所这个公布，是不是有可能请那个也许一些委托的部分哦，能够多一点。那这边也有一些，就是说我们也看到目前整个计划上，它改革的极限就是以目前环保署自己能做的部分。但是其实超越它的部分，还有包括上午讨论的整个能源转型、产业转型、交通跟社会经济架构。好，刚刚早上那个顺美高级顾问他也有讲到这种生活方式等等的，这些确实也不是环保署一个就能做到，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是提高到这个层级来，然后定出一个整个改善的标准。好，那集中于特定地区针对的来改善，我想这样子民众的疑虑也会比较减少。那这边刚刚都摘要报告过，单一地区上也会有高雄本身就差 3.2 倍之多。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说，如果说看到各个地区的排放的话，那我这边必须说明说，排放到浓度之间是要经过空气品质模式转换，也就是说你排放的多不见得当地的污染就多，贡献就多了。那这个了解，但是呢排放值会直接冲击到的就是一个民众的感受，政策的公平性跟正义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云林的部分，常常我们争议在讲，其实云林总体来讲是上升 20.4%， 可是这里就发生一个统计差异，就是说它过去上一次的清测是水上运输业麦寮港是没有算进去的，那所以在这边的话一来一扣它其实是增加 2% 吧。但是这样来讲还是要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掌握数据上啊，掌握科学资料上，也就是说为什么常也要更新，那这个东西否则的话你说落入另一种状况，就是民众就说它怎么增加这么多，它其实是一个统计差异的关系。那这些也是为什么说要点几点几要跟上。那台中也是增加 2.2 左右，燃气供应也有下降，但是这个数据就是说它的基准年是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每年都会有很大的变化，也许就是天然气基础增加了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更密切掌握。但是我们想要掌握民众非常关心的，就是说台中这些大都会啊，家庭跟天然气，家庭就是家庭，家庭跟餐饮业，家庭的统计在清测里就包括家用天然气的使用、自用车跟这个自用机车的这些部分，其实呢在各个大都会里都有很显著的下降，大概在20%到40%。像这个高雄市的话呢，餐饮业跟家庭都有下降这么多的情况，那大概在50.9%，大概在60%到30%。那台北市、新北市大概也都很大的下降。那这个就讨论到我们社会科学上的感受，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那过去的改善是不是他们自己减量的贡献其实很多嘛？那所以去年提出一些政策，感觉好像民众反弹很大，比如说餐饮业要在家营业式的管制，或者是这个大型集会、重要活动的管制，其实原因有时候出在这，必须沟通，或者是说要厘清一些社会正义的问题。如果他们之前我们这样实际上看到已经改，那最近几年是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有些地方觉得它的空气品质没那么差，它工业就偷偷的成长非常多，那加水泥业就会带动整个地表扬尘的陆上运输，那它其实占的比例就会是这样。那这个到底现在这几年是怎么演变的？我们大概只推动到这样子，那也希望说我们资讯能够有所更新哦。那所以这边就是说，政府一直强调说面源的贡献，那有老师的委托报告也是想要说面源改善优先嘛。但是如果加上历史条件来看的话，我们这边要怎么样协调，我想这些疑虑有时候是一个蛮沟通的重点的。那另外我们要谈到就是说，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在争论说到底是点源优先、现源优先还是面源，而其实民众在看起来，虽然那个数字是实证科学数字是最基本的无误，可是如果是那个几个个位数之间的争论的话，我们觉得说对有限的治理上的整个面来讲的话，我们关切的民众不是在这个几个点上，我们关切的是说这么多公平模式它其实也都通过了，但是到底是选择了哪一个，以及哪一个进入政策是比较多的。那我知道去年在这边环保署也做了非常多事情，所以我们在锅炉管制、点源管制也都加强，不过这就是我们会治理上会在意的一点。
另外就是说，如果真正治理都只看这些贡献点员的数字的话，那是充足的吗？我们觉得不充足。所以这边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目前的减量的这个措施看起来像这样子，大家就看到我有点胖胖的，所以我就会想要来减肥。好，那我每日的卡路里是这样，但是经过代谢率换算，对，意思就是说排放源不直接等于浓度嘛，所以宵夜其实我卡路里不是摄取这样，但是它会经过一个放大，宵夜你少吃一点就会减量贡献比较大。好，那最后出来会不会是一个图？好，那我的医生就建议说我要减1750大卡，但是结果呢，减量的策略来讲，如果按照贡献的比例，我已经乘过代谢率了，我应该是晚餐照比例减一点，午餐照比例减一点，然后宵夜照比例，好，甜点照比例，这个就很像工业跟这个这个便利排放业跟工业。那这个就是地表扬尘，好，路面扫地，好，洒水，好。那但是呢，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我们通常医生根本就不会这样子讲，他就讲说你这个应该下宵夜跟下午甜点去掉就好了，这个不一定要动它。哦，那很多原因嘛，晚餐有社会价值意义嘛，像现在我两个小孩，我会跟他们一起吃，这很重要，哦，要不然会被骂。那这个宵夜本身除了单纯卡路里贡献之外，它有附加的健康负面效益啊，那在减量贡献也看不出来，它的食材成分等等就有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讲石化业它的排放出来的这个浓度单位出的毒性是不等值的嘛，所以毒性不等值，哎呦，其他专家哈，工位或者是环工，我觉得这个是常识，所以在我们很多要求上，他们就会很在意这一块。那我觉得减肥失败就是说，通常大家就最后变成正餐少吃一点，这边东减西减，然后吃素，然后晚上我又偷偷爬起来吃宵夜。好，这是讲我，不是讲你们。那其实减肥成功的话，其实就是要寻求一个对话跟共识。好，那我知道去年真的环保署拍了非常多，我们尽量都对话共识，我觉得已经迈向很大一步，今天也愿意在这里跟我们来沟通。那我想说在帮助一场，就是寻求共识跟更多的交流，一定会更有明年的充满希望。那其实我们讲一个比较理论架构性的，就是说实证科学好，绝对是核心的基础。我看到最近那个环保署也有对那个一些报告也在提，我们政策要按照这一块，绝对没有错。好，那空气品质模式污染贡献度，可是呢有一些健康风险研究等等的，就是把那个毒性加权，这些 EPA 的科学评估会比较多篇幅谈到的。那我国的一些科学评估也许是委托或人力什么，确实是较少谈到，所以在整个这个健康的加权暴露值的这个环境上面呢，会略显少一点，那它就会紧扣到上面的这个政策影响评估跟课责性的问题，那这里就会有一块成本效益分析。那我们现在谈这个，这个也是比较少拿出来沟通嘛。所以在 EPA 的模式里面，一般来讲，我想这蔡处长一定非常熟悉哈。我不知道等一下也许可以报告说，是我们资源上，我们很少看到能够把持的这个东西，就把整个政策影响这些东西算出来。所以一般来讲，美国在修改它的这个标准，从15微克立方米改到12微克立方米的时候呢，它事实上他们大致上都会提出来说。不但提说企业改善跟一般改善的成本是多少，它的效益通常也会算出来，于是它就可以很清楚的去要求企业，它在民众的感知支持上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成本效益会帮出来。当然成本效益分析也会有很多问题嘛，哦，我到底怎么估算，但是至少它在一个基础上去讨论，我们比较少看到真正去计算这样子。所以当跑过这个部分之后，你要做社会沟通或者是这个都很容易。那也必须强调哦，我国其实环保署之前2011就委托了这个东西，这个就可以做成本效益评估。那这个之后，我们可以请教那个，就是我们中心的那个赵家友研究员，他参与在这里面。那其实当时委托很多专家，肖代杰老师有这个成本效益的评估模式。那这些我们是不是要拿出来用了呢？哈，那在美国的话，他为了改这个东西，他就要强力反驳空污管制会阻碍经济发展论述。那这里提出成本效益，甚至他就讲说这个空气品质管制会促进美国经济以及劳动力健康生产力的，然后节省医疗支出跟创新方案。劳动健康就是你将来这个请假，为了气喘请假，为了肺癌请假，为肺腺癌那个等等的，那这些呢他都可以算出数据。我想大家看过 EPA 就知道，这个绝对不是一句话这么简单，他要出一个那种你没时间看500-600页的报告，一大堆东西去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事实。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还谈到科学正义对人类健康的这个坚持，其实不只是在科学数据上，他在决策跟价值有很多决策跟价值性的一个风险论述。
它是一种公众角度不可避免接受风险的一个政治判断。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到说，我们在治理上还会讲一个克责性。那简单讲克责性的比喻，过去北京的 APEC 来，其实它就是克责性一个非常失败，但是成效有彰的哈。它的失败就是在它固理固然有效，但是它把所有污染源视为一视同仁哈。那我们现在如果说减少烟尘，扫地表扬尘去洒水，这个中国也一直在做，是个好方法。可是呢，你谁去撒，怎么撒，那个水从哪里来，水资源怎么去提供，还是厂商自己要去付水买水的代价，还是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去用自来水公司的水去贴，这里就要落入说不能为了少数污染者，然后污染全民买单，还要全民付出。所以补贴大柴油特车的问题会在这里，就到底是用纳税人钱，还是说那本来就是运输业内部要去负担的，那这里就会经过一个很复杂的事情，都有带大家一起来努力。那最后再提一个社会价值与文化的部分，我这边就简单摘要。整个上午谈的这些能源转型的事情呢，其实包括说民众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其实，在空污季，我们有倒是这算是一点好处了。我们的空污季跟我们的那个高用电接风不是在同一个季节的哦，所以这里就会变成说，我们是冬天的时候比较没有开冷气的时候。那所以这边事实上就是说，燃煤是比较没有显著增加，未来是在天然气的部分是比较有增加的。那这些事情，就是说未来的能源的这个规划的预估，其实也应该纳进我们的未来的这个空污改善的政策里面。到底这个减量的实际上最后会是多少？我想也许是一个更乐观的数字啦，就不会停在18微克立方米，那怎么达到15微克立方米？好，所以按照实证科学呢是必要的条件，但是绝对不是，还没充分。所以这些成本啊，这些效益，包括人类未来的愿景，这些包括以后 AI 取代产业，我觉得上午那个廖院长有提到说纺织业，其实纺织业最近就是因为做很多 AI 跟自动化生产的一些，如果他提的是同一件事，那他就减少了包括碳排包括排放这些，那他这些就会有一些改善。那包括人民众对健康权的提高这些哦，那这边就是说我们去年也跟这个处长这边谈很多，就是说公民科学其实可以帮助治理。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欢迎大家现在马上 Google 公民科学手册，然后我们这次活动网站上也有，就可以下载。然后这次我的报告比较详细的 working paper 的报告，也都是这次资料就可以下载的。那请大家可以这个多来沟通。那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报告到这里。那希望就做一个例子。好，非常谢谢瑞根哈，就是说提供的一个抛砖引玉的这个效果哈。那这个是就是台湾台大风险社会及政策中心，其实这一年来哈，其实针对我们空污的这个问题哈，做了一个研究报告。那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其实空污的问题其实相当的复杂。好，等一下我们的这个讲者其实还会从其他的层面其实来讲，可是在瑞根的报告里面，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数据怎么解读，好，也跟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空气污染，也跟民众怎么样去做风险的感知，其实相当的有关系。好，那所以在这里面他也提到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空污的治理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未尽的科学。好，那对于这个有很多的包括空气污染物里面的量跟值，尤其是值的这个部分，其实怎么样去厘清，然后怎么样 去计算其实不同污染的贡献源。那这个贡献源也不只是量的贡献源，可能还包括对于我们健康风险以及在不同区域所这个造成的这个风险暴露的一个贡献源。所以在这里面我想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需要有对于空污的更整体综合的一个理解，以及就是其实包括就环保署里面可能对于这个空污的论述可能 也有必要有更多的这个公众的讨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从另外一方面，其实要从这个大气的模拟，其实看从这个的气流的这个变动来看这个空污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有这个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的郑芳宜教授。就是还有主办单位，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午安。那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是从大气的变动谈空污的问题。那要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第一件事要知道，就是到底台湾地区常见的天气形态有哪些？那这是我第一个会先介绍，然后再从这里去说明，这些天气形态它所伴随的污染特性是怎么样子。
那再逐步去切入，就是大气的变化如何去影响空气的品质。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影响台湾的主要天气形态，大致上我们先分成夏天跟冬天。OK， 夏天的话，你可以看到台湾在这里，那影响台湾的一个大的系统就是这个太平洋副高压，以及就是西南气流的影响。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都是吹南风，南风是比较干净的。那同时夏天降雨量也多，那再加上夏天其实对流比较旺盛，其实污染物都容易被稀释掉，所以夏天应该就是一般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空气品质比较好的季节。但是进入秋冬之后呢，整个大环境系统改变了，影响台湾的天气系统转而是这个大陆的这个冷高压天气系统。那这个冷高压对台湾影响就是这个盛行的东北季风。OK， 那这个东北风的影响之下，那因为这个系统它会因为大气的波动会移动，那这移动的过程当中，台湾天气系统也会有改变。那比如说像大家常常听到高压回流，那这个回流就是因为这个系统它出海之后，那整个环境原本是东北风，它会变成东风。东风的结构之下呢，台湾的西半部相对于它是一个背风的背风面，背风面的话，它其实大气是比较稳定，风速也比较弱，相对而言污染物的扩散能力会变弱。OK， 所以概要来讲，我们可以分为像这样子一个系统。但是如果再去细分的话呢，我们又可以把这个影响台湾天气系统再分为这六类哦。那这边的六类里面呢，第一个就是高压回流，刚刚有讲。我想高压回流进入秋冬之后，大家应该会蛮常听到高压回流。只要听到高压回流，大概就可以知道今天大概空气品质会不太好这样子。那这个高压回流的话，就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可以从这个海平面的气压的分布，北边有个比较冷的高压，那这个系统会往东移，往东移之后吹东风，刚刚有讲到风速会变弱，然后变成就是算是个背风区，但是大气稳定这样子。那高压回流出现的季节，出现的月份大概是在这里。好，那我们这边的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分类呢，我们有透过群集分析的方法。它是一个统计分析的方法。那这个分析我们采用了2013年到2015年空评测站地面的资料去做分类。OK， 分类的话，特性相似的会被分为一类。OK， 所以最终我们就把它分出等一下这六大类。那你可以看到高压回流原则上出现在各个月份，也就是右边相对应的图。那大概都还是以进入秋冬季节为主这样子。OK， 那第二类我们把它称为弱纵观。纵观的意思英文叫 synoptic， 纵观就是一个大尺度的系统。加上弱的意思就表示整个大尺度系统变弱了。OK， 包含太平洋高压影响变弱，或者是冷高压的影响都变弱。这个时候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台湾这个局部的环流结构会变得非常明显，比如说像海陆风。OK， 那大家应该也知道，当吹海风的时候，可能会把靠海的污染源往就是山区内陆带进来。OK， 那你如果看到弱纵观发生的月份的话，原则上每个月份大概都有可能出现。OK， 只要你整个大环境的这个影响系统变弱，都有机会出现。那你再来看到三月跟九月会出现的频率是最多的。三月跟九月是季节转换期间，冬天转成春天，夏天变成秋天，所以这个大的系统会慢慢远离。相对而言，这个弱纵观的这个条件就会变得非常明显。好，那第三类跟第四类呢，它是属于夏天的天气。第三类主要受到这个大太平洋副高的影响，吹的是东南风的结构。第四类主要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会带来比较潮湿的水汽。那你看到它所相对应出现在各个月份的频率呢，原则上都还是夏天为主。好，那第五、第六类呢，它是属于就是秋冬的天气形态。冬天的话，这两个系统一样，你可以看到跟第一类的气压分布图有点像，但是这个海平面气压的这个北面的系统就稍微再更强一些了。OK， 就说这个系统它对台湾影响可能会再带来更强一点的东北季风。那第六类的话，它的北边的这个冷高系统又更强了，它有点类似像上礼拜有一波寒流。OK， 所以像上礼拜的那样的系统的强度就会被归类为在这一类里面。OK， 那这里呢，就是等于说我们又在西部把台湾的天气系统就分成像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根据每一个分类里面，我去找出，比如说属于高压回流的这个分类里面的天数，那我可以针对空评测站，我去进行一些统计分析。了解它的土壤特性。OK， 那这里呢，我们就针对云林地区，那针对每个分类又去计算，就是各个测站它的一些污染特性。图上的折线图就是 PM2.5 的浓度。OK， 那每一个横轴代表的是不同的分类。
那你可以从折线图的分布可以知道，第一跟第二类的 PM2.5 的浓度是这六类里面算是相对也是最高的。第一跟第二类，也就是说高压回流天气形态跟弱纵贯的天气形态，其实它所伴随的这个污染物浓度是比较高的。那第三、第四类一样，夏天的天气形态污染物浓度相对也是比较低了。OK， 那你也可以看到第三、第四类的降雨，也就是图上的蓝色的坝，它所伴随的降雨也是比较多的。那第五跟第六类就是这两个比较强的这些冷高压系统的影响之下，那它的污染物浓度也仅次于一跟二，不算低。OK，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风速其实也比较强。OK， 因为它东北季风比较强，那你可能也可以预期第五跟第六类或许也有机会受到境外的污染的影响。但是第一跟第二类的天气 的这个结构，原则上它的这个污染的浓度大部分都还是来自台湾本地的污染来源。OK， 所以这个分类可以很清楚告诉我们天气形态跟污染的特性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我们如果就是说透过比如说气象局的每天的天气预报，那我们可以来知道说，哎，接下来这几天可能是什么样的天气，天气结构。那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分析里面，针对不同的测站，针对不同空品区去了解它可能的污染特性，然后可能可以预先有一些防范的措施。好，那再来我想要把时间拉长来看，就是这些污染物的浓度变化。那刚刚就是瑞根他有介绍，所以跟他介绍跟他的一些报告内容有一些类似。那你看到 NOx 年变化分析，那这边的话你可以，我们是分各个空品区。 OK， 那一样你可以看到就是 NOx 的这个年平均值是一个蛮明显的降低，那降低的幅度大概从比如说北部空品区从40到20大概都是一半的降低的幅度。那 SO2 一样就是也是有这样很明显的降低幅度。那减少最明显的区域，我觉得像高品区域它的这个整个降低趋势是所有空品区里面应该算是最高的。 OK， 那这边的分析呢，我们其实都采用每年的十月到隔年三月，原则上我们其实是只有针对高污染季节做分析，我们没有做整年的分析这样子。 OK， 所以从以上的这些分析大概可以说的就是说，哎，过去20多年来，那也因为一些减量策略的这些实施，我想这些空气中污染物其实都有蛮好的递减的趋势。OK， 那刚刚其实瑞根他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空气品质有没有变好？那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OK， 这个问题我想要问大家，那其实我也想要问我自己。那就是空气品质有没有变好？我所谓变好是说有没有相对应的变好，或者说你看降了就是减少就是一半嘛，可能有一半的幅度。就不管是 NOx 或 SO2 减少超过一半的幅度，那空气品质有没有相对应的变好？ OK， 等一下我有一些些想法，我会试着去回答这些问题这样子。那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呢，我再呈现一些气象数据。好，那第一个要呈现的气象数据是一个长时期的风速资料的分析。那这个风速资料分析我们先看到是北台湾的资料，那资料是从1979年到2015年，所以有36年的资料。那这是气象局的局属测站，那这边的测站我们又挑选了像就是台北跟基隆，它是属于靠近都市的，我们把它称为都市的测站。那还有就是安部，它属于高山测站，那淡水它属于靠海的测站呢。那我不晓得你们第一时间看到这几张图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哦？比如说，哎，这个图是像台北测站或基隆测站，感觉它的变化好像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性。但是如果你看到安部测站的话，哎，好像整个风速是变弱了。OK， 你如果看到可能1980那个时候平均值大概是介在3到4之间的话，但是近几年可能掉到3跟3.5之间。OK， 淡水的靠海的这个淡水测站一样，就是很清楚有一个递减的这个趋势。但是市区的测站却没有这么明显。那我个人觉得是说，因为市区测站有可能都市的这个建物的遮蔽效应，所以可能都市的这个我们讲 urban 的影响，可能对整个环境的风场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这些像安部测站或淡水测站，它原则上它比较远离都市，所以它蛮能代表就是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天气的风场的结构。那一样这边的分析呢，我们主要针对每十月到隔年三月，就是这种空污季节。那这个季节我们其实知道大环境的风场是以北边的冷高压带来东北季风为主，所以我其实想要说的是，有没有可能整个大环境的东北季风是变弱的。 OK， 好，那我们如果再往下看到离岛的澎湖测站、靠海的七色测站，那一样就是风速看起来是有一个变弱的趋势。再往南跑到台中去，
台中整体而言，它的年平均的这个风都非常的弱，我想还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建物的这些效益在里面，但是整个台中这边的风它都是偏弱的。那嘉义车站一样，就是1980的时候，我觉得平均值大概是大概1.5到2.5之间，但是这几年可以下降到1到2之间，所以还是有一个缓步的这个风速变弱的程度。那一样，高雄车站也是有，就是从2.5，大概平均值2.5掉到大概平均值是1到2之间，所以这几个车站看起来都是有一个整体风变弱的这个特性。那我其实想问的问题是说，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为什么风变弱？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更难回答。那我觉得这不是我今天想要讨论，我想要问的是风变弱对空气品质的影响是什么？风变弱对空气品质的影响是什么？长时期来看，好，那再来，我们来看 PM2.5 的这个年变化。那这个分析呢，我们针对了先看北部空品区 ，OK。那我们挑了几个特站，中山、古亭、士林，还有新北的土城，还有桃园跟新竹。蓝色线呢是年平均值，蓝色线呢我们做的是，我把 PM2.5 高值挑出来，高值我只有针对 PM2.5 浓度超过80微克的资料，我才把它拿出来做统计分析。好，那一样就是这个资料跟刚刚瑞哥呈现蛮类似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个递减的分布。OK， 那平均值的递减呢，跟高值的递减的幅度也几乎是蛮符合的。那甚至于你可以看到北台湾的几个车站哦，像古亭车站这几年来没有观测到 PM2.5 超过80微克每立方公尺的这种，那代表什么？代表其实这几年来的，我觉得减量策略的实施都还是蛮能有效的去降低北台湾的空气污染的，北台湾的这 PM2.5 的浓度，包含像是年平均值或者是这个高值的出现，都是有蛮有效的减少的。好，那我们如果再往南跑到台中来看的话呢，中部地区中明车站一样有一个，虽然说递减幅度没有像北台湾那么明显，是属于比较缓步递减的，但是其实还是有看到改善。 OK， 那彰化也是有改善。好，那我们进到南投的埔里，平均值一样很明显的改善。那如果你再去细看红色这条线，也就是只有针对高值的分析的话，你应该有，我觉得它的就是你再看到它这个递减的趋势没有像蓝色这条线这么的来的明显，来的这么多。那如果以基准年之龄来看的话，平均值大概是40，它可以掉到可能是10几 ，OK。但是高值的话，它可能都还是介在这边大概是90，那这边大概是70-80 ，OK。那你再往南到斗六、嘉义、安南。一样就是平均值是很明显的递减，但是高值递减的幅度都变慢了。 OK， 也就是说它的改善程度可能从平均值是100上下减少到90上下，针对高值，也就是说 它改善的幅度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平均值的递减是还蛮明显的。 OK， 好，那我刚刚忘了补充，就是我们这边只有选10月跟11月，为什么只挑这两个月？因为我想要尽量排除境外污染的可能，因为到了12月之后，东北季风会变强，所以境外污染的这个带进来污染会变多，所以我只挑每年的10月跟11月来做分析。好，那我们进到南高雄地区，那所有的车站，这边的6个车站其实都可以看到，平均值一样，递减的幅度是蛮好的。比如说这边从60可以减少到20，但是如果你看高值的分布，它大概是在100的上下，减少到大概是95上下，也就是说，针对高值的递减，它其实。目前所进行的这些措施对于这些高值的改善都还是蛮有限的。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啊，那我先这边就是针对这几张图有一个小小结论，就是说排放量减量措施对平均值的降低其实是蛮有效的，但是中南部地区它进入秋冬之后，它是属于通风状况比较差的区域，通风状况比较不好的地方。OK， 包含就是刚刚讲到背风区风速很弱，大气又是稳定，在这样的通风不好的条件之下，污染物非常非常难扩散出去。那所以当这些通风条件变差，比如说高雄地区，它对这些高浓度事件的发生的改善还是蛮有限的。OK， 好，那以这张图来看的话，你可以看这是南部蛮常看到的一个高污染事件的发生，就是说当有东北季风。
列强的时候，爷爷不是台湾，然后这是冷高压，那这个时候台湾吹的就是东北风，这是模拟的风场结构，你可以看到东北风非常明显。那这个风场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比较弱的这个，我们把它称为东北季风的尾流弱风区。那因为这些风很弱，那甚至于它的风会拐进来，然后造成这边有个浮核区。那这个尾流区会把这边的污染物都累积在近污染源附近。OK， 这个是冬天蛮常看到的一个。当东北季风变强，全台各地都是蛮干净的，唯独就是南高平地区，这些污染物就是不容易被稀释掉，那都会看到这些污染物的累积。OK， 好，那我们有针对，因为就是我想要讲的就是，一个，它算是就是这是一个高管事件分析，但这是2015年11月的一个全台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是11月第一波。污染累积有超过2天 ，OK， 那你可以从观测资料看到，这是11月7号开始，轻中测站 PM2.5 浓度就开始飙高了，一直持续的，一直到9号中午12点过后，东北风进来之后，整个浓度才掉下来。那这两天的，这个个案里面呢，它的气象结构是8号是属于比较偏高压回流的结构，那大环境吹东风会绕进来，那。就是这个风场会沿着北边绕，沿着南边绕，绕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西半部这边有向岸风的分量。OK， 那全台各地原则上就是你可以看到红色、紫色大概都是已经是不良的程度。那北部有些车站比较干净。九号这一天呢，整个大环境风场变成东北风，那整个结构跟前天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污染是持续累积的，所以这一天的污染又比前一天又更严重，甚至整个北部都已经变成红色了。那紫道的位置点呢，包括除了原本殖民特站，那到嘉义到台南也都出现紫暴的现象。那这边也有可能因为整个环境风场变成东北风，所以可能把上风区的一些污染往南带。那这边我们有针对这两天做了所谓的污染来源分析。那这个分析我们是使用空气模式呢，针对斗六车站所做的分析。那这边的分析只有挑选了云林县的点源灭源线源跟台中市的点源灭源线源来做。那如果从这个污染的 PM2.5 的污染来源贡献，这边是硫酸盐，那这是硝酸盐。那看到这个污染贡献图，如果是偏冷的这个蓝色系呢，污染来源主要来自云林。偏暖的这个红色系污染来源主要是来自台中。这两天整个大气环境结构完全是不太一样的。OK， 11月8号，因为有个向岸风的分量，所以你可以看到斗六侧站这个 PM2.5 污染来源主要还是以云林县内本身的点源跟线源或者是面源为主。但是11月9号，因为吹了东北风，那反而影响斗六侧站内的这个 PM2.5 浓度，主要是来自上风区的台中市的，比如说像点源或线源。OK， 那这边的呈现我主要是想说明是，当你的天气形态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好，这是我的结论。OK， 那第一我想说的就是大气的状态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刚刚我想要回答的那个问题，到底空气品质有没有变好呢？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说，我觉得北台湾来看的话，不管是平均值，不管是高值，其实都有蛮好的改善。但是进入中部一直到南台湾的这一块区域来看的话，平均值来看是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是高值的话，因为整个通风状况还是非常不好，所以目前的这些改善策略可能对整个高值的改善都还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整体而言，其实你没有看到拉长时间来看，风场是变弱的，所以这个变弱的环境也有可能让中南部的整个空污的治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最后我想说的是，就是离清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来源是很重要的。也是解决空气污染的一个蛮重要的关键，这样。那但是这些分析应该要针对不同的天气形态，还有不同的地区来评估。那不单单是台湾的污染，甚至是境外污染的问题，都应该因地因时来厘清这些贡献量值。谢谢潘教授，非常精彩的报告哈。那我想从刚刚的这个讨论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再次看到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个负
复杂性哈，除了刚刚讲说这个排放源以外，大气的扩散条件，然后我们的监测哈，以及里面所呈现的在不同地区的风险暴露，包括我们讲说平均值哈，其实这个平均值不只是区域空间的平均值哈，我们常常在讲环保署在谈的平均值，到底是全台这个，比如说十八微克，是全台的这个平均哈，还是一些特定的区域？我们也还看到时间不同区域时段好怎么样的去做平均哈，其实会跟大家的感受其实比较接近。那接下来，我们要先请这个行政院环保署空保处的蔡宏德处长哈，也来为我们就是说说明这个就是现在环保署的一个空污的防治策略。那等一下，因为那个许欣欣副会长他因为还在路上哈，等一下应该会赶过来，再请他报告。好，谢谢副长，挥手短暂，还有我们各位贵宾。接着这里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哈，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哈？那刚刚已经提到说这个今年的资料哈，应该说去年的哈，去年目前最新的资料哈已经出炉了哈，大概是红色警戒的一个暂时数目前是483啊，这去年哈，那比104年的997哈是已经下降了将近50%左右哈，去年的这个整个一个平均值哈。也不是31个站哈，那个平均计生点一下抓一下哈，平均值是18.4个微克哈，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从我接手的时候是22个微克哈，那现在是前年是20，去年是已经降到18.4，啊，然后红色警戒的站就是这个跟大家有感觉的，就是说你算是那个整个超限的那个次数哈，你要尽量把它降下来。红色警戒就是超过54个微克的这个，我们叫红色警戒的暂时数。那这种东西才是对大家来讲，它是真的是感受到这个到底好还是不好。那这一次，可能如果说这一次资料有给各位的话，各位可能可以上网去看哈，大概是去年哈，台中降的最快，去年是台中降的最多哈，大概是这样哈。这个是我们是从这个几个这样看的，但是你也知道说这个。红色警戒的战争数虽然是去年已经到483，看起来说你是不是已经都达标了？其实哈，那个气象条件变化很快哈，我们不见得是说这个明年或者说今年或者明年啊，是不是能够维持这个？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要持续再做下去，才知道说我们能不能有持续改善哈。所以这里头我们就去盘点很多东西了哈，因为有些东西实际上是你再怎么做，你污染源不减量的话。你只是靠气象条件，那个事实上是没有用的。污染源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消减。第一个，我们去种，大概是已经跟电力公司这边已经，前面的部分我没办法跟他谈哈。前面的一个是能源结构的部分，那个不是我跟他谈的部分哈。但是如果是能源结构，你就决定了以后，再来剩下的应该要怎么消减，这个是我们要跟他谈的哈。那这一次大概是谈了一个最新的结果，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要求超低排放，啊。一定要做到世界对应的标准啊！那这个该去做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个增进的部分就直接应该要去花钱下去了，就直接花钱下去。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跟他谈了哈，你要去做电力调度，尤其是说当你空气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做电力调度。那去年我就跟他谈到最后啊，真的是很难谈的。到最后我就画了两个图给他，你就照这个流程，照这个我们的顺序哦，你直接去降载，啊，然后先做看看，有问题再说。那我们要求是最大尺度的一个降载，就是你降一量就降到最大。所以今年大概是可以看到哈，这台中的部分有降到3座机组了，啊，降到2000多的每瓦的啊。所以今年大概在降载，我们幅度就拉得很大啊。然后这个锅炉的部分。也是一样，大概是我们现在是锅炉的部分，我一定要把这个经济部要把它拉下来哈。这经济部做它最有效率的哈，像这次他们在云林的科技工业区哈，事实上他已经联合了一些厂商，你要联合厂商怎么样去做？我们叫做区域能源资源的整合。你只要是一个大型的工厂去供应这些小工厂，你为什么要那么多小工厂去弄了那么多小锅炉？那个是没办法处理的哈。那一定是要去做农资源整合以后，这个才是我们比较好管理哈。这个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去做到的哈。然后当然其他的部分还有一些东西哈，大概是
我们都自己盘点很多东西要去做。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当你去看到跟民众有关系的，我们叫做社区尺度或者是个人尺度，个人尺度跟这个是不一样，跟你大环境的尺度完全是不一样。个人尺度，这个我记得是这个中央研究院龙世军，龙研究院他做过，然后个人里头，他实际上他是两次结果，第一个贡献最多的，各位可能都没想到，是公庙，第二个贡献最多是叫做餐饮店，第三个才是交通，所以个人你在社区里头的贡献是这样，你不知道为了是这种情况，所以这里头很多东西我们要去主动去处理，所以为什么我会去用一些东西去家长去推一些东西哈，所以餐饮业实际上是这一次是一定要管的哈，因为它的占比实际上是整个加起来占比是蛮高的哈，那大概是陆陆续续我们大概从公法的修订里头哈，大概是从固定里头我们会开始就加强管制哈，很多东西要加强进来哈，那这些谈的最多的应该是这一块哈，这块就港区的部分，尤其是高雄，谈了半天总算是他们总算答应了哈，交通部总算答应了哈。他答应从今年开始就要开始用 EUU， 我们全世界是这样哈，全世界在国外跑的话，就是在公海跑的是用 3.5% 的有含油分的重油在跑，那我们只是要求你是不是可以进到我们港口里头切换成低流油，也切成 0.5% 的含油分的重油，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国际公约是到2020开始要求，那我们是要求说你可不可以提早试用，因为真的是等不下去的啊。那这边占比有多高？硫氧化物的占比它占了7%，占高雄的27%，那一定要降下来啊。那个我光是降了1/7的话，就降了多少了啊？所以这里头就是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我们要去那做。那案例的是一样，它不可能让它引擎在那边人冒烟呢，所以它进来以后它就要插电了，它要接我们的电了。现在做了很多案件，做了11座的案件，结果现在使用率不到10%了，这个位数，那这个真的是看不下去啊！所以这一次大概是我们透过这个，也刚好这个监察院非常非常的帮忙啊，连监察院都来帮忙啊，监察院就开始要求这个港务公司哈，要加上去接案件，那即使是说你去补贴他一些，基本上也是讲得过去，因为他对整个贡献是好。还有第三个措施。可能各位不知道啊，这个船进来的时候，它必须要控制在10节到12节，这个时候它那子的排放量可以降低大概1/2左右，10节到12节啊，高或低都是不行啊。但是我们是希望说，它进到我们20个海里的时候，就开始降，这样的话对整个一个环境是缺少这个空间。所以刚刚大概是整个分析里头看出来，高雄实际上是重，就是非常严重的地方，你一定要想办法去降，很多的地方都要下去哈。该下马票就设立下马票，所以这里说这个大概是我们是这一直是想说能够开始去做一些事情啊。还有一个是移动污染的部分，加氧标准这次已经进来了哈，就是说我们虽然在补贴哈，补贴不是重点，大货车哈，大货车为什么这一次我是一定要把它淘汰掉？就是说它除了它是占比很高，它是占比11%到16%，那事实上刚刚那个瑞根也提到了，我们叫做健康风险。DEM 这柴油的这个粒状污染物哈，它基本上是致癌的，那我们需要那么多的大货车在那边跑来跑去吗？那个都是没有处理设备的哈，第一级、第二级的老旧大货车连处理设备都没办法装，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把它淘汰掉，但是要花很多钱啊，花很多钱，一部我们平均大概是给到20万，总共8万部，又要花了160亿哈，所以看起来这个，我会变成是第一个哈，第一任的这个处长是有去借钱的一个处长哈，因为真的是借钱要做下去，这个没办法。但是事实上是我们实际上从空屋基金里头在收费里头有收到柴油跟汽油，所以柴油汽油就把它提升啊，尤其是柴油本来是2毛钱哈一公升，现在把它提升到4毛钱一公升，所以慢慢的你让他知道说我基本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哈。你要执行下去才有办法哈，那当然，这一次大概是比较特殊的哈。大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这个我们真的是改成电动的一个时代是不是到了哈？那为什么要改成电动？台湾有什么机会？台湾的机会在哪？
台湾事实上是电动摩托车基本上是我们没有机会的哈。你如果是透过这一次的转型，让我们台湾的产业链可以上来的话，基本上这个对台湾是好的。啊，你如果透过这个转型，你让台湾的电动汽车的一个零组件的部分，我不要讲说组装了哈，零组件的部分可以上来的话，对台湾是好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口号一定喊出来，那这口号喊出来，你后面怎么去配套？那个不是环保署这个单一部分能够做得到的。好，所以这里头我们就会把经济部把它拉进来，把交通部把它拉进来，让他们去主导这件事情。啊，所以这里头很多东西要去谈，啊，包括产业链，你要怎么去搭配，怎么去改它。那这里头要去谈，但是有些东西实际上是这一次已经谈出来，大概是2033年的话，至少一个东西一定要改，叫做电动巴士啊。这个我记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看过香港的那篇报道啊。香港说他们政府做了一个好的事情，就空污就改善，他就是把所有的巴士改成电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我们就全部把它改成电动。那电动巴士台湾大概是总共是9000多辆，9000多辆，那就是改了啊，改了以后大概是应该是对大家来讲都是好啊。那因为它是跟人的一个关系是最密切的，你在那边等公车，你不可能去吸那些废气的啊，所以这里头一定要改啊。然后这里头这个会牵到2035大概机车的一个全面的就是新车开始全面电动化啊，2040这个大概从汽车全面电动化，那这里头很多配套要去查啊，所以我们大概是这个大家谈说，你到后来，可能各位没有机会接触到吧，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个大货车，大货车基本上是靠行的，它是弱势团体啊，你车队的话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靠行的这个它是很弱势的。这个银行款给他的待遇是什么？是他的贷款的额度是从3%到19%，哦，19%他根本就没办法填出来啊，所以他们是苦哈哈的一群啊，所以就想办法你要去做一个，不管是你做这个低利的贷款，或者利息的补贴，或是去做一个信贷的信用贷款的一个保证的话，大概都可以帮助他一些嘛。所以这里头很多配套都是一定要去做的哈。那当然，其他的还有这个像农业废弃物啦那些东西，农业废弃物已经多严重了？大概是我们从这个三线里头吧，尤其是三线里头看到很多东西吧，这些在埔里里头看到的更多吧。埔里那个自救会啊，发现你把他们拍的那个影片播上去了，大家发觉哇，怎么到处烽火啊，到处每个地方都在烧，农业废弃物基本上当你再烧起来，尤其在山区里头就散不掉，完全是散不掉的。他就真的是这个，这你就看到山区里头，就是硬茫茫一片，你就根本就没办法看到啊。好，所以这里头目前的情形大概是这样哈。那当然，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哈，这个世界最严标准，这个是一定要是叫他们要去做到哈。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台电的一个降载的东西哈。大概目前大概是第一阶段，我们先做到这样哈，但是绝对是不满意哈。今年是大概是可能是我们台湾有史。好，那去年哈，从去年开始，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布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个紧急应变的啊。我们开始去做一个整个一个指挥中心的一个筹设哈，然后开始去启动这个紧急应变了。那当然，这个这一步一定要走出去哈。那走出去，你让人家知道说，这个我们事实上是在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作为可以做？当然，有些东西是没办法。我们就以12月31号的这一次，去年12月31号跨年这一次多严重？这个是境外污染哈，我们从富贵角那边测到了，一个小时最高的时候是到了134个微克，啊，134个微克。那有人就问我讲说，那要怎么让它降下来？啊，我都跟他讲说，如果是它的一个风力有直接在改的话，应该是。很快就可以降下来，好，因为风一直持续在吹下来，所以在北部地方我不担心，但是到南部的话就会比较担心，好，结果到那一天一直到隔天大概1月1号的凌晨，看南部已经降下来，高雄已经降下来，啊，这一波实际上是比我们预期的还好，啊，因为它开始，这是它是算是往大陆那边退回去的啊，它污染可能就开始往大陆那边退回去的啊，所以。所以开始就退回去以后，大概就影响我们的一个范围就少了很多很多哈，啊，所以这个是整个一个固定点的一个管制的一个部分哈，我们大概这样
大概这一次刚刚已经提到了，有害物一定要再把它放进来。我们虽然在讲 PM2.5 防的是浓度，但是一个东西有害的部分，那个一定要不同的一个方式的管理的方式，那个跟这个东西是没有关系的，那个管理的方式、管理的方法完全都不一样，那这一次我们已经把它是要透过这种这个修法，其实没有修法我们一定要做的了，我们就是要做好这一步，一定要管进来，要不然这个对大家的健康是有妨碍的，那我们测出来这个其实最严重的地方，很抱歉，还是在高雄哈，所以高雄是重中不是重哈，那它那里头这个有些那个有关这个有害的一个部分还是比较严重的部分哈，那加强版的这个就不多说了哈，那这一次大概是会把这个都再把它拉进来管，传播以前没有管的，飞机也没在管的哈，还有一个是机具坏手以前都没人在管。然后在这边就是，它实际上是跟你的社区的环境是有关系。它在那冒烟，或者说它整个在施工的时候在那冒黑烟，那这些全部把它拉进来管，但不管是不行的哈。那当然，其他还有一部分是刚刚提到的这一块，以前没有人在管，以前油漆你讲要怎么漆就怎么漆，那现在要从源头里面去管，因为油漆里头有些东西实际上是有害的，有害的一定要管，你不管的话，这个我们对整个健康的风险就没办法保证了哈。这个是刚刚提到的一些暗点啊，那当然这里头会现在所谓化石空品区啊，空品回复区，把这个地就把它化起来，那剩下的我们要怎么做？这个就是它必须要符合我们的规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要求去做一些处分的工作啊，那这个先决条件空管要通过以后才有办法去做这种处分的动作，那以后就开始去收空会啊，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吧，我们。可以从整个一个环境看起来，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很多的污染源基本上是来自不同的一个面向，每一个都要去管，然后每一个大概它的占比都不高，但是你每一个东西都要去做啊，不管是它占比多少，能够一步一步把它降下来，这个台湾的空气品质才会越来越好啊。那今年去年已经到了18.4个微克哈，所以我是觉得说15微克也不是梦啊，是可以达得到哈，因为这个从前几年因为最主要大陆的贡献这个少了很多然后大概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下努要下去，应该是会有些效果出来那慢慢的大概效果出来以后，大概就有帮助那为什么大陆下努要他们有一个东西农会来烧，以前是烧得无法无天的他们只有一个口令，早上烧秸秆。晚上坐牢去大概是他们就很简单的一个口号所以发现还是有效的就大家乖乖排队就拿着去烧了所以拿到这个电厂里头去烧但这个基本上还是有效但是这个台湾可能要做到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困难一点那以上跟各位报告到这里了那还是一样，我们是希望说各部会跟地方大家一起动员起来，一起做，这个才有效那整个一个空气污染防治实际上是有希望的哈。那以上就可以报告到。我们非常谢谢蔡处长精彩的报告哈。那我想刚刚这个蔡处长刚刚谈到很多这个多管齐下哈，说实在当。那个空保处的处长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常常空袭警报来临的时候，看蔡处长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紧张，这坐在那个署内这个待命哈。那我想最后那个许欣欣副会长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请他就跟我们简短做一个报告，然后之后我们就有一个综合的讨论我想。可能大家现在心里也有相当多的问题，那趁今天各个部门的这个专家以及就公部门的这个蔡处长也在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我们公部的一些讨论其实也可能会带来我们对于政策的一些建议跟改善有一些影响。那我们就请欣欣。在场的各位。抱歉，我真的是非常对不起主办单位跟这一场的其他的来宾迟到了，然后没有听到各位前面的介绍。那我想今天受邀来这边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想主要是从就是说我们从一个一般民众来关心空气污染，尤其作为一个在中南部重灾空污重灾区的一个居民来说我们怎么看
台湾的空气污染的治理。那我想这个主办单位跟我谈的说，就是包括说像我们在去年12月27号在台中跟高雄啊同步举办反空污抗暖化的大游行，那我想这个上万的民众在寒风中啊就是走出来要求要好空气的，我想这个民意是不可忽视的。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说在去年开始啊，这个不管是媒体或者是网络关心空气污染的声浪是越来越多，那也迫使我们的中央跟地方开始拿出更多的作为来应对我们目前所遭受的空气污染问题。那我们来看，就是说从这次的这个反空污游行之后呢，我从反空污游行之前，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行政院他在环保署把空污法送进行政院之后呢，一直拖了又一个多月吧，一直到游行前才行政院会拍板定案，把空污法终于把行政院的版本端出来了。可是等到他送进立法院呢，又是什么时候？就已经在快要休会之前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排在上一个会期进行。对，包括像卫环委员会的讨论都没办法，然后临时会也排不进去，然后却是把像这个一例一休争议很大的劳基法就硬要在半夜把它过关。好，那从这个来看，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政府是关心空污的吗？我想关心空污的民众都无法认同。好，那这一点就是说，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嘴巴说要这个蔡英文总统说好像是有一次讲到说，这国营企业啊，因为行政院或者环保署端出说要针对国营企业要去减少污染这个部分，然后记得蔡英文总统甚至讲出说，不管花多少钱，就是要努力去减排。但是我觉得看到就是出来的数据是，他们减的量都是就是几个百分比而已，而且是很远以后，你看不到减量的诚意跟效率。那再来就是说，包括刚刚谈到就说空污法要修法，好，我们承认里面是有一些条文确实是修得比过去进步，但是呢里面也有很多条文是就是更倒退的啊。然后本来环保署端出来的版本是有把会商会同经济部的字眼全部拿掉，可是行政院版本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新政府它跟过去的旧政府在这方面经济挂帅的这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个霸王条款还是存在的，环保署你既然接下来你可能会就是升格成环境资源部，但是你却凡事都要去跟经济部会同会商的时候，那请问你能剩下多少座位？好，那再来就是更还有包括我们中南部很在意的就是所谓的燃煤的部分。好，那燃煤的部分的话，过去云林县曾经对这个麦寮电厂给它砍了20%的煤用量，所以麦寮电厂在去年11月跟12月三部机组里面有两部机组它必须停机，因为它去年的燃煤的quota用完了。然后再来就是台中也想要减台中火力发电厂的燃煤，那看起来中央是很怕地方政府，他们称为滥权哦，就是去砍这个地方的燃煤的量，然后就会影响到电力啦啦这样子。但是呢，就会变成说，现在中央我们看到是中央以电力需求怕电不够或什么哈，然后希望去就是不要给地方政府太多的权限，在许可证上面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它有要加的限制，包括至少 X 要给3年。再来就是他原本许可的条件你不能变动，除非他有重大的违规啊。然后所以就是有我们所谓的六轻条款跟台化条款，台化条款就是说地方政府他如果逾期没有做出准驳的话，原来的这个固定污染他可以照原来的许可条件去继续操作。但是当初大家想一想，台化当初就是因为这一条被勒令停炉停工的，他们不想要让台化事件重演，就极力去用这些，等于说他真的修空污法，他没有在保护我们的健康，他是在保护烟囱，他在保护工厂他们排放污染的权利。
所以我们环保团体怎么会对这个公共法会满意呢？好、哦，好，再来。虽然说新政府上台之后，确实是比过去，马政府时代有端出比较多的空污防治策略跟措施，好、哦，包括像现在就是，哎，游行前后吧，哈、哦，好，过去台中火力发电都是在民众的要求之下，偶尔就会有几次的降载。然后后来呢，这个秋冬呢，哎，新达电厂也开始加入降载，现在降载好像变得比较常态化，你就可以发现中南部的空污是多么的严重，它就是个常态性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日常，所以电厂必须被迫去降载。但是我们看到的状况是，蔡英文政府他在牺牲南部人，因为我们看到台中电，我住台中哈。我们台中确实就是我们在这波降载的政策底下，我们算是比较受惠，因为台中电厂降的比较多，那一方面也是它的基础比较大。但是呢，高雄的降载的幅度真的是很少，然后尤其高雄的这个污染源又那么多，所以它高雄不能只是新达电厂降载，它要搭配很多的前三十大、前五十大的污染源都要一起减排，才能够真正发挥重效。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感觉蔡政府好像是怕，因为我们台中我们中部喊反空污的力道声音比较大，我们的声浪比较大，所以呢可能感觉到就是说，哎，是不是这个怕影响这个中部的水情啊，所以呢就特别加强治理中部的空污的力道，然后呢南部呢就没有那么用力，然后在降载方面呢就是甚至出现，我们看到的状况是出现，过去我们在喊说前一年哈、哦，我们在喊说中电北送，啊、哦，等于说电送北部，污染留在中部，我们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然后去年有几次降载，我们看到了，哎，没有在中电北送，等于说我们甚至是台中火力发电降载已经低于，等于它大概降载一半。有时候本来十部机组，对不对？夏天十部机组火力全开，那降载的时候，它有时候降载最多到只剩下五部机组在运转，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那问题是电从哪里来？从南部来，状况是等于说南电是中送了，那谁被牺牲了？是南部。南部你可以看到，南部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月，甚至到一月，你看到经常的就是橘色、红色，而且是就是。没有，不太有改善。那我们觉得南部人其实在这一波反空运动当中呢，其实是没有被受到重视的。好，我们真的是替南部人叫屈。所以我们觉得说，刚刚处长讲到说，十五微克不是梦，请不要用全国平均值来看，请把它分开看。这个十五微克是每一个车站、每一个地区、每个县市都应该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北部改善，南部恶化，来平均之后告诉我说全部可以达到十五了，这是不对的，哦，并不是，就你必须老师如果教一个学生，要把全班都教及格，不是吗？你怎么可以让有人考高分，然后有人低分，平均说我们全班平均是及格的，这是不对的。要救重灾区，像今天早上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呢。还开一个记者会，就关于 PM10 的部分。我们的空气污染问题不是只有 PM2.5， 在年初哈一月三号就开个记者会说，我们去年2017年 PM2.5 的这个各测站的年均值呢，其实并不是大家都有改善哦，有32%的测站，它的 PM2.5 跟前一年2016年比是不降反升的，是恶化的。那如果以 PM10 来看，更是高达 47% 的测站 PM10 是比前一年再增加的。那请问一下，新政府上台的空污治理的成效在哪里？你们说有改善，那是改了北部啊，北部降得多，对不对？南部再增加，然后平均起来还是降低，这样有用吗？更何况今年的去年的 PM10 全台的平均是上升的，那你怎么告诉我们的空气品质有改善？ PM2.5 跟 PM10 都是一级致癌物，对人体都有，就是有各种的伤害。那肺癌已经是国病了，那我们的中南部的孩子一出生
就在一个这么糟的情况下长大。我们中南部的孩子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点了，政府不用拿出更强而有力的措施吗？然后更何况中南部是民进党的大票仓，民进党这样子牺牲中南部人的健康，对得起乡亲吗？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觉得说让人家非常的觉得不能够理解。再来就是说，环保署 always 就是从台北看天下，台北有蓝天就以为全台湾都有蓝天。元旦那天，林议员署长不是跟柯文哲市长一起在参加一个马拉松还是路跑活动，开心的喊哇，有台有蓝，今天有蓝天。那时候高雄还在红害好吗？不是台北蓝的，全台湾都蓝了。再来，我们要讲的是紧急应变的部分。在耶诞节前还有元旦的时候，整个西半部甚至全台湾都空气品质不好，但是环保署的紧急应变措施却是非常不足。虽然他是第一次，他在元旦前一天吧，年底启动第一次的什么中央指挥中心，拜托，只有红到台北你才要开中央指挥中心，中南部九个县市，台中以南九个县市全部都红害，你中央不用开指挥中心。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紧急防治办法里面，他明定要超过二分之一的县市中央才开紧急指挥中心。那是二分之一县市的门槛是多少？是十一个县市。所以呢，就算台中以南红成一片紫爆了，环保署置身事外，跟他没有关系。他只要告诉南部，通知南部的县市说，我跟你预空品预报，接下来红害你们自己应变，他两手一摊，不用做事吗？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央单位的心态。所以今天早上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甚至在立法的立法委员，都看到这种状况，就是讲到说没错，环保团体诉求的行政院南迁，环保署南迁，环保署就应该要迁到中南部，中南部才是防治，就是治理空污的前线，请到前线去抗空污大作战好吗？不要躲在台北。再来，地方的部分，好，我们看到地方政府真的就是反应慢半拍。好，那环保署说，我下午四点钟有通知他，这个空品变糟。结果呢，有人说他半夜十二点开指挥中心，有人隔天早上八点多才开指挥中心。那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就在睡梦中吸了一整夜的高浓度的这个有毒气体。我跟他强调一点，请环保署不管是中央或地方，哈，环保单位，请面对空污，面对霾害，请拿出防霾如防台的一个精神，把每一次的霾害污染事件都当作是台风来临，宁可过度预警。我强调这一点，因为在短时间低浓度就会造成健康伤害的，这是十二月国际的医学期刊才刚发表的，在英国伦敦牛津街，老年人在 PM2.5 十七微克的情况下散步两个小时，肺功能就会下降。更何况我们台湾各地在红害紫爆的时候，浓度是高于这个的好几倍。那更何况有那么多的孩子可能还在上体育课，很多人在外面工作，但是呢，我们政府呢完全无视于，明明知道它叫做一级致癌物，然后跟你的紧急应变完全就是没有 link 在一起，请拿出良心，民众的健康不能等，孩子的健康不能等。好，我们希望政府真的你要拿出具体的作为，而不是拿出一堆数据然后来糊弄民众说哦有在改善，民众自己会看，民众自己的身体会感觉，请不要糊弄我们，谢谢。非常感谢星星为我们
们就是带来，就是说其实在重灾区哈，第一手的这个志愿者其实可以到我们前面来哈，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开放讨论的时间哈。那我想今天每一位的报告都相当的精彩哈，那我想也共同的指出了一些事情哈。等一下我想就是说，其实先开放给大家进行一些讨论。那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等一下如果有提问的话哈，每一个人我们最多给两分钟，时间到哈，这个主办单位这边会按铃哈，因为我们希望让多一点人可以发言哈。然后接下来我想也会也让大家就是在座的这个与谈者有一些回应的时间。那我首先其实想要讲的是说，今天我们听到就是说，其实环保署好那个蔡处长这边其实了解到就是说，其实环保署做了相当多的努力。好，刚刚讲的不只是新的这个政策的规划好，那也投资了相当多的这个经费好，然后希望其实是降低这个全台的空污的问题。那的确其实在数字上面我们也看到一些进步的地方哈。那我们也从这个郑老师好的这个报告里面其实看到说，虽然就是说其实是的确是有降低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 NOx 啊 SOx 啊好，其实整个这个排放量其实都减低了，可是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在大气的这个气流的变动的结构的变化好，那以及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变化之下好，可能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在区域里面啊好，尤其是刚刚我想这个部分也呼应了刚刚星星讲的好，还有瑞根好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数据，在重灾区它的减缓是缓慢的，重灾区其实那个空气的品质的问题好还是一个就是说严重的这个状况好，可是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在北部好是一个比较还是就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改善的进度好，所以在这里面好像它的这个平均好平均的这个问题好看起来是好的，可是整体的这个改善的以及就是说在地的风险认知好其实是产生这个我们讲说是有落差的有矛盾的好，那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刚刚提到说大气的结构其实很难改变好，所以刚刚蔡处长他也特别讲说，所以污染的减量其实很重要好，所以这牵涉到污染的减量包括这个加盐管制好，包括刚刚与会者都有提出来的这个能源的转型好，可是在这里面其实怎么样跟民众跟对焦跟民众跟这个民间社会的对焦好以及协力，这可能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政府现在推出这么多的政策，可是没有一项政策其实是政府可以独立完成的好，包括刚刚提到的就是有这么多的要管非常的多，包括这个船舶对不对好，包括这个交通，包括点线面，包括工厂好，或者说其实在家户的这些使用，其实要让促成这个空污的这个改善，我们可能很需要非常多的不同的利害关系人其实进来一起去协力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又非常强的这个民主治理机制可以进来，然后促成这个市场民间社会以及这个就是说政府哈在这个部分的共识跟改变哈。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可能我觉得刚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了哈，可能就是说其实在刚刚数据上面我们看到是空气污染的很多的这个数据，可是我们可能比较没有看到的是健康风险分布状况的数据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怎么样把健康风险的刚刚就比如说过去的这个委托的这个研究它可以拉进来，其实变成是我们空污治理里面重要的一个基础好，重要的一个基础，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未来空污治理里面其实相当重要的一个挑战好，否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民间或者刚刚那个星星在讲中国，其实大家都在讲健康风险，深切感受到的是健康风险拉的数据是这个部分好，可是我们可能可以看到环保署或者说是这个环境机构谈的其实是一个污染物减量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哈，它就没有办法其实对焦哈，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可能也可以讨论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怎么样的去对焦，那这个健康风险的拉进来其实包括有刚刚提到很多的这个紧急应变计划好的这些问题哈，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回应一下刚刚我们在这一本台湾空气品质治理展望，这个是在这一次的就活动里面这个讲座里面其实有上网的报告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报告哈。刚刚最后瑞根提到就是说，其实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其实变成是一个创新治理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谈那个健康风险，我们过去可能在思考风控治理的时候，比较思考的是管制成本。好，这是刚刚欣欣一直在讲，就是说为什么经济部我们好像拉经济部进来，好像我们的这个成本效益分析就会改变，好，这个思考就会改变。可是如果我们也有很坚强的一个就是说论述跟这个数据，包括健康的效益，好，包括这个就是提到很多就是其实创新经济的这些可能我们重新去思考那个经济的这个成本效益评估，好，可能就不太一样。好，那这是我想就是说刚刚听完哈各位的这个讨论哈，其实这也算是有感而发了哈，再稍微整理一下重点哈，那也希望引领大家等一下的讨论。那在开放大家讨论之前，我想就是说，因为是嘉良博士刚刚在那个这个里面的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是公民参与哈，公民可以对焦，好，可以以及就是说其实公民科学可以贡献的这个部分哈，那我想就是请施博士这边也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先做简单的这个引言，然后开放给大家讨论。这就是刚刚瑞根报告的这一本手册里面，其中有一个章节是在谈公民科学。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写这本，就是一起编撰这个手册的时候，其实在发想，就是未来一个就是所谓的空气治理，怎么样从一个管制的模式开始进入到一个公共治理的方向。那我们去思考的一个就是一个国外已经正在进行的一个方向。那什么叫做公民科学？其实刚刚的从刚刚的报告里面，大家可以听到，就是那个蔡主管边已经讲了，就是环保署这边做了哪一些减量的措施。可是刚刚在那个徐副会长这边报告里面也感受到，就是说在地方的感受好像跟官方的报告又是不太 match 的一个情况。那中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刚好也是反映到郑老师最早的一个提问，就是我们现在空气品质到底好不好？空气品质好不好？那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它其实背后牵涉到就是说，这个问题到底是第一个是谁问，什么时间问的？那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刚刚其实前面的报告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空气品质的事情其实有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状态，即便说整个平均来讲是减量的，可是其实减的幅度还是有地区空间的差异，所以每个地方问的问题。问同样问空气品质好不好这件事情，其实背后反映出来的焦虑是不同的。那公民科学在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回到地方的问题意识，去思考我们的不管是资料的收集也好，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措施也好，那怎么去回应到地方的问题？那我举一个例子，就其实首先你要讲到，就是在美国路易斯安那这个地方，其实他们也是一个石化工业区。那在那个地方，其实工业区的附近那个居民也常常有闻到什么，有闻到臭味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发现，哎，这个地方的罹癌率也上升了。那他们其实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臭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的家人、我的亲朋好友罹癌率会上升？那他们在追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当然也就是跟所谓的地方的这个环保局，就州环保局这边去找他相关的资料，可是又发现说，好像这些资讯都没有办法去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从为了回答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那个罹癌率上升，他们自己去设计的一些方式，不管是用空气的采样方式也好，或是去把这些的这个所谓闻到臭味的这个时间地点记录下来，以及这个罹癌的状况记录下来，去拼凑用各样的方式去把这些资讯拼凑出来，然后去指认出这个污染可能的来源是什么，然后再向那个环保局检举。那环保局因此也就开始介入，去做比较是专案式的这些调查，然后最后后来促成就当然就是有更严格的对那个当地的这个石化工厂的一个把关的机制，还有包括就是说去修改他们当地的这些空污的法规。那这些其实从问题意识到方法的设计到后续的行动，其实这个就是公民科学一直希望在谈的一个重点。
那 回过头来就是在谈，我们今天在台湾在做这些，在讲这些空置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把问题的对焦这件事情放得更细，不是只是去谈一个比喻性的东西，还有包括就是说我们地方到这个问的问题的地方的脉络到底是什么，那回过头来我们才有办法再去思考，那更具体能够从这个所谓的管制进入到我们公司协议的默制的模式，可能模式会是什么？那大概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手册里面会去谈公民科学的很重要的脉络。好，谢谢。那我想就是接下来先开放一下给大家提问哈，那我们在就你在提问的时候也请说一下你的名字跟单位，然后你希望针对谁的问题来做发言。好，那。我们的中心主任周慧廷，风险中心长周慧廷，我想也是请问蔡处长，因为我们刚刚中心同仁报告其实有几个重点，我想再补充提问。第一个就是说近期的其实空屋问题大家还是会去批评或是去讨论，是说环保署的科学性问题，环保署根据这个空气品质的模式好像是限定在一两位学者，那外界有些学者不良声，好像在这个沟通面上是不太够，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可以改善。第二个当然就是那跟刚刚讲的这个数据的问题，包括那个蔡英文主席和蔡英文总统在12月初讲这个空污是从中国来，那时候我记得行政院提供的给他的 model 是基本上是从2010那个清澈出来，其实那是很多年前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不太好的风险沟通。那当时也有一些争议，国内有不同的专家对蔡总统这部分的发言，那我也是提醒是说这个部分的这个科学性还有这个相关报告的实践性非常的重要，可能在相关的风险沟通上面需要促进。那第三个提问类似的提问就是说刚刚其实继续这个问题，就是说蔡处长特别提到环保署现在已经慢慢加强健康风险评估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国内的科学性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样，尤其在美国空污管制里边还会强化成本效益的部分。那我在讲是说我们在做一个空气品质的管制，其实这个部分的科学性还有透明性还有它的 comprehensive peer review， 它从各种来源都必须要比较完整一点，所以会比较难。那第二个就是今天会议其实还有一个议题是谈减碳，那我想环保署最近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想刚刚看到这个有不一样的政策策略，那院长上台以后好像有个加码，记得上次在跟蔡处长沟通的时候好像空污费的部分好像经济部有意见，那因为我们从这个角度空污其实是跟减碳是有关系的，跟减碳，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蔡处长不知道在您的概念里边电厂还有移动性污染源还有制造业这个部分怎么连接，从空污的部分怎么连接到减碳啊？我想各位，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了非常多台湾不减碳会面临这个产业制裁的相关的问题，那不知道这个行政院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看，然后我们既然从外部看好像行政院对减碳这个部分好像也没有特别把这个东西连接出来，但是空污基本上是大家关心的重点，那我想这个是台湾在驱动这个减碳的时候也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观察到在亚洲跟台湾一样菲律宾、泰国、韩国都有反煤的运动，那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个论述是说这个好像这个空污好像是电厂，那电厂就跟核能又有关系，其实那我们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很多面向可能都需要一些更多的科学性的理清。好，那谢谢周老师。再收集一下一两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刚刚那个问题好像是针对蔡处长，那还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先魏前处长，然后之后谢谢，就是发了刚才补一个问题，我们也给蔡处长，刚才也谈到中火降载在去年，然后新达那个也降载，在这个科学性上面到底降载的效益现在我们空保处或者环保署的了解是多少，这跟刚才的问题也非常相关，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现在好像
污染就是台中电厂要负责了哈。那这个外面说法也很多，林佳龙市长讲一些话也被批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科学性的来陈述，会理清问题。谢谢。好，那是不是一边那个方面的？主持人、陆老师啊，各位会的讲者们，大家好，地球公民基金会副执行长王明。我是针对那个电厂的这个降载减排的部分有一点想要请教哈。一个就是说，刚那个魏前处长也有提到，到底这个降载减排的依据是看哪一个科学证据，或者是能源局为主导的决定，还是环保署、空保处以空污的状态来做分析做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知道台中电厂降的幅度很大，在好几次的这个，即使不是十二月底这个跨年夜之前，也看出台中的减煤的幅度跟降载幅度都明显的比南部更严重，重灾区的上风处新港这边的幅度大很多。那在这个决定台中降多少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地方不同政治生态所形塑的压力，还是有科学证据？那如果中部降很大，但是因此压缩了新达降的空间的时候，就整个中央的角度看，全台湾的角度，这样的治理是对的吗？好，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高雄其实在12月31号那天跨年夜晚上，确实集体承受了相当可怕的一场很严重的空污哈。我想在历次的那个相关的新闻里面，大家都提到那天富贵角最高的浓度到134微克，也是刚刚蔡处长讲，但是却没有一个新闻很明确的告诉大家那一天晚上男子站是到135微克，而且我们经历的长时间的就是那个 PM2.5 指标讲的这个第十几的这个七十几微克的时间，其实是好几个小时。那甚至于在我们看到12月31号大概傍晚5-6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中火跟新达已经升载，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南部的污染指数还是在往上爬，甚至于爬到大概晚上8-9点的时候，南子、前金、前镇，甚至于安南站、台南站都是破100，而且不止一个小时。我想我们必须要去重新去想，如果我们总是在境外污染一入的时候很努力的告诉大家，提醒大家这一波很严重的话，确实中南部已经长期不管是年平均值都很高，或者是峰值非常高的中南部的居民是不能接受的。以上我希望我们可以回答，就是说这个升载什么时候决定的，降载一结束之后是不是就结束了，还是会继续看南部的状况来做调整？以上。好，谢谢。我想就刚三个问题其实都非常重要，而且其实也非常的尖锐，所以那个刚刚那个听起来应该是都是针对那个空保处，那麻烦蔡处长。那个是12月31号的那一天，大概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从那个富贵角这边开始上来，然后慢慢一直到中部，然后大概是富贵角，然后到竹苗，然后到中部的话，那个峰值是有下来，然后到高雄的话，峰值就上来，代表所以是说高雄虽然是本土的，再加上境外的，它是一起综合性的整合性的影响。然后高雄很特殊啊，那一类的情况是，他先把当地的污染物先赶走一批，然后峰值再上来，所以它是两个峰，它是两个峰，第一个峰比较小。第一个风就超过100，那天晚上是其实我们是一直持续在观察的哈。然后其实回到刚刚那个降载哈，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台电在讲说，你要降载的话，等到它已经到达红害的时候，降载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我就叫他说，一定是要前面就要开始做降载，前面做降载，你要让它有空间呐哈，所以前面就开始启动降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大概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从东北部就开始降载，协和就开始降了，
在协和、台中这样降下来哈。那其实到那一天，其实到隔天哈，到一月一号，那个新港还是在降载当中啊。哦，那我们现在是它真的是要停止降载，只有一个条件，当你已经恢复到黄色的时候，可以接受停止降载。其他的时候，它还是会维持在降载。所以现在大概是我们紧急应变理论是希望说，只要是有超过 AQI 有超过100的话，它就要去做一个减排的动作，这个是对电厂的要求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提到说，到底它的一个影响到底是有多少啊？这一部分，应该是说，我们原来在分析的时候也知道说，它即使是再怎么降，我即使是把十部的基础全部都关掉的话，基本上影响的话也没有那么多了，哎，也没有那么多啊。但是你要不要降？还是真的要降？我都能够多少是降多少，能够多降的话，这个基本上是有用的啊。我们就我们的立场是说，我不是只有在降电厂而已，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通知第二个就是通知这国营事业。国营事业的话，不是只有台电而已哦，这个包括中钢，包括中油，包括这个中农，哎，大概都是要启动降载。那我们事实上也不是叫降载，我们叫做减排啦，哈，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处理效率这个时候要提升。那这个时候有些吹灰的装置就不让它吹了哈，烟囱它固定时间要吹灰哈，但是那个时候就不能吹了。然后大概是有些条件，如果是批次的话，那时候不让它做批次的，它延后，啊，所以这个几个条件都下去了哈，甚至那时候也通知了这个港务公司哈，让它严格就是在这段期间里头，它还是要严格去执行相关的一个港区的国安防治工作，甚至是。散装的，尤其是台中那边散装的啊，它一定要去喷水啊，啊，那个只要是风一起来啊，那个整个港区哦，就算是那个整个沙尘会起来，所以很多气要去做啊，那甚至我们要求地方政府去通知前二十大，啊，你有哪些东西，哪一些地方你可以捡的哈，你要把它抱过来哈，所以这个是那天紧急应变的情形，然后那一天一直事实上是我们一直观察到。隔天的一个早上，事实上是看到已经都降下来了哈，已经降到原来的水准，那时候才去通知警力哈，所以那边的情形大概是这样哈，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很紧张的哈，因为这个是第一次哈，然后我们事实上是，你知道我的手机大概是一个小时会响一次哈，大概每一个小时大概会通知现在大概有哪几个地方止报，或者哪个地方已经到另外已经超过100。然后大概是有没有通知到地方政府，然后地方政府有没有回应啊？所以这里头基本上，我们觉得是说这个民众的感受，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你就是要去知道说，人家是处在那种环境之下哈。那甚至在一月份的这一次，我还特地跑到斗六，那一天大概斗六到100多，到140，那一天真的是惊雷了。那天就是他吹的，他刚好是吹东风，啊，吹东风，然后大概是刚好是两个涡流在那边，在台湾的西部的沿海是两个涡流在那边，整个根本散不出去啊，所以大家看，哇，这个一下子爆了就上来，一个小时就上来，啊，那个大概是我们看到这种状况，大概是知道说这种就是高压回流的天气了，那个是以前大概是很少见到说哇这个强的涡流在那边，尤其在那个。在925帕的那一块，哇，那个看到那个涡流更明显啊！啊，所以这里头我们大概是已经看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哎，那个时候一定要启动，啊，所以那天早上也就开始启动了以后，但是这个真的是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提早启动才有效的哈。然后这个是那个降载的部分，大概是降载的效益哈，事实上是我们现在是收集更多的资料，我们再去做进一步的分析了，因为真的是要很多的数据做一些科学性的论证的哈，这个。真的，那这一次谁要降载降到多少啊？我们是有一个条件的，这个叫做一二级，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规定，就是说哈，你只要是有超过6%以上备载的容量的话，你就要降载啊。就是在有6%以上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有一个一亿的容量的时候，6%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备载的容量。啊，那剩下你只要是超过6%，你这个地方就是可以拿出来做降载，尤其这种紧急应变的时候，它是要全部都拿出来，啊，那其他的部分大概是可能就会比较单纯一点。那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定的。
仁仁姐她不懂啊，哎，这一定是我们定给她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会丢给她两个 SOP， 就是说你就照这个 SOP 做了。哦，因为真的是没办法了啊，这真的是谈不下的。到后来说，那天我是我当主席，我就说啊，你就到这个做，有问题再来谈。哦，要不然真的是谈不下的。哇，这个光是几个电厂在那，哦，这个又有什么就没有没办法，那就做下去做看看嘛。哦，那有问题，我到院里头去谈都可以。好，所以这个大概是那时候就强压着他们把这个弄下来。哦，还好这个那时候有压着坐下来，要不然这个 SOP 出不来。啊，这个是第一个跟各位报告哈，然后再来是刚刚讲到说科学先生会认证的这个空屋的那个这个模式的部分了，那我们大概是也开过几次会了，好，大概是模式的论证，大概是本来就是应该是这个科学先生论证，这个是没有错哈，这大家可以拿出来一些东西了哈，因为刚好这个我研究所也是做模式的哈，所以大家这里跑这个空屋的模式，啊，所以大概是这里头，大概每一个模式大概是有它的 limitation 的哈，每一个模式实际上是有它的一个 uncertainty， 跟每一个模式实际上是它有一些东西实际上是要去对外面去讲述这一部分哈。那模式本来就是有一些重复的差距，啊，所以不要说这个模式可以去解读多少啊，而是说你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要把这个模式的一个 limitation 或是说它的一个 uncertainty 要去讲清楚的话，那这样可能。在模式的这个解读上面，可能就是 output 的解读会比较好解读了。那当然，数据的时间性，这个我们实际上是这个大概是我们会持续在做了啊。每一个计划都是要钱的哈，所以很多东西是钱堆出来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数据大概多做一些，基本上是有好处的哈。我们也知道说，及时的数据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时间性的话，大概是。目前刚才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尤其是在那个，我们那个叫做emission inventory 啊，就是排放清测了哈。emission inventory 是所有的东西的一个重点了哈，就是说你排放清测到底是那个资料库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是每三年大修大改一次哈，然后每一年会有小改一次，小改就是针对某些特殊的特定的一个议题做些小改哈，像这一次。这一次改的比较多的，就刚刚也提到那个不是麦苗那个港口哈，工业港，啊，以前是没有顾进去的哈，以前上河那边顾进去的哈，那现在顾进去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差距是蛮大的哈，好像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原来在一个可能 emission inventory 里头，大概是有些东西不是一下就全部都到位，那现在慢慢的逐渐的去基本上过程到位了，啊，那么多东西，有些东西只能去引用国外的数据。有些东西是国内可以去做的东西，我们尽量国内去做了哈。然后健康风险评估的部分哈，目前大概是已经在做了哈。但几个地区哈，尤其是几个重灾区的，我现在列了几个重灾区的，一个是叫做我现在是在大城哈，大城在这个大城乡台西村那边哈。事实上我们是跟那当地的居民实际上是有在沟通，然后大概是只要是有一些状况的话，他会跟我们群组里头就汇报。我闻到味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闻到味道？哦，什么时候味道消失？哦，这个对我们来讲，那个是很难的很难的数据。然后我仪器摆在那，我知道要去挑哪一个时段出来去做解读。哦，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头实际上是整个是要配合出来做哈。然后在高雄那边哈，尤其是在小港地区，我们实际上。已经去年已经开始做了哈，今年会再继续做了。现在说，连续做个三年哈，做个三年来看看整个一个健康风险评估的预期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一定要有数据的哈。然后大概是初步的东西，大概可以改的话，我们要先改。我们不可能是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 verify 得很清楚的话，你这个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是说可能有问题，是不是可以先降的话就要先降。啊，所以我们这个大概是不会说这个要到等到全部都做完以后，然后再去说叫工厂哪一个要去降。事实上，我们在查的时候，大概是有些东西已经查出来有问题，就到底头去查。因为现在还好，现在仪器设备非常的发达，现在我大概几个那个报告我就拿着就直接到处去测，我那个很快就知道说哪个地方有问题哈。像上一次在那个台本那个发现那个储槽储顶那边一直在动。那你就是刚好有这个设备，你就可以去做，然后做了以后就马上去要求才会有效。好，所以这里头我们实际上是很多东西要去做了。好，所以到了环境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本的东西本是致癌物了。好，所以本我们会比较配合这种东西了。好，然后刚刚提到这个减碳的部分哈，
当然工厂在做改善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有一些减碳的效果，这个是没有错啊。所以不只是工厂啊，其实一旦污染源，我们这一波在汰换的时候，减碳的效果更多。这一波我们把一些这个二型的机车把它汰换掉，把这些老旧的车辆把它汰换掉，把那个能源效率就差很多啊。所以这里头基本上会拿到一些碳的，应该是碳权了啊。只不过是这边还要再跟那个。我们这个温泉办公室那边再谈看看啊，那探险可不可以再拿一些回来哈？而且基本上是可以哈，基本上那整个实际上是两个在做的时候，实际上是每一个都会有效益的哈。那主要是这个可能还是进一步再谈的哈。大概目前大概简单的回应到这里。好，谢我想都不是简单的问题，然后也很谢谢蔡处长的这个回应和初步的回应。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说，其实刚刚有觉得回答不清楚的地方，你想再追问的，或者说刚还有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再提问，好，然后等一下提问，希望这个第二轮的提问，好，我们可能再控制一下时间，谢谢。那麻烦也报告一下单位的。Okay, 我陈立成，台湾那边部落格。其实很有趣啊，这个今天谈空屋啊，因为我是做电力嘛，当然现在这个全部手指头都指的电力嘛，这个尤其台中电厂。我上个礼拜在台中演讲，我是谈能源啊，讲核能、绿能啊，因为台中人非常关心这个 PM2.5 这一块，我就当场就问啊，我说这个大家觉得台中空气有什么时候开始变坏？这没有台中人。好，没关系啊。那他们说，大概3-5年吧，10年前好像都看得到大肚山，很好。那我说，你知道台中十部级啊，1到8部级啊，1997年完工，20年前。如果说这10年，然后90号机是10几年前完工。所以说这10年之内空气才变坏。台中其实是20年来啊，因为环保的规矩，严厉之后，加装了很多空气。所以如果说20年前空气很好，那时候台中已经8部级了。台中1991到1997，8部级6年这两个级。所以说台中电厂本身真的是占比不应该那么大。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刚才。这个是我讲，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啊，谈到大陆这一块啊，刚才所长有说，因为大陆本身有些local空污的降低，所以说我们飘过来比较少。可是我印象里面有人跟我讲说，因为 local 东西其实不太容易飘洋过海，我们大陆过来多半还是戈壁里面的沙，所以大陆它 local 这种减污，比如说很简单嘛，如果说高雄。台中有工厂的污染，为什么台没有飘到台北来？还是比较 local， 你做空气的 model。说大陆那边它 local 的怎么会飘到我们这里来？说大陆 local 减污，为什么我们台湾会少？因为我以前听到说大陆其实主要是沙漠过来，可以请教一下，好，谢谢。那后面还有，其实我先要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我是林业实验所的王培荣。我要回应一下，就是这个主题是谈空气污染和碳的问题嘛。那其实大家都说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问题，其实有个非常容易的，就是天然的最好嘛，就是其实就是造林哈。造林可以减少空气污染，这个在数据上已经不容置疑了。那如果是境外污染，尤其是那种大的大气造成的，那个海岸林可以对。里面的污染物的影响大概可以到达10倍的距离啊，对不起，因为我讲话很紧张哈，那大家容忍一下。然后呢，其实它不只是对空气污染酸沉降金属沉降的主角，其实也对一些微环境气候，包括恶劣天气、极端天气、海啸的影响的防治。那我顺便回应一下早上那个中研院院长。他有提到说，碳捕获的激素是什么？1920年。那我们谈到最原始的碳捕获激素，其实就是林木。那它应该已经好几亿年了吧？然后另外那个李建明教授，
也谈到说零碳排放的产品，其实我们天天都在用对碳正向的产品，就是我们的铃木产品，所以这个完全是可以碳固定，而且你用多久只要不丢弃不毁坏的话，其实碳永远都固定在木材里面。所以我觉得回归到碳的议题的话，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必须回到海岸造林，回到台湾怎么去营造我们的优质的人工林，去产出国产材，来减少外来材对那个碳排放的影响。对不起，我讲得很紧张。好，谢谢。好，非常谢谢。好，那好像这波，因为我那个刚刚主办单位已经在提醒我时间了哈，所以我们因为稍微晚一点开始，所以我们就是大概40分的时候哈结束哈，可是我们可能不能再延迟。那我想，最后的一轮哈，就是也让大家就是说，其实想讲话的这个玉潭社哈，其实可以讲话。不过我也最后有一个问题，然后刚刚其实提到很多这个环保署的科学性跟健康风险的这个评估，我想健康风险的评估可能我怎么样其实更有系统的去理解哈，可能不是说就比如说大城那边其实闻到味道哈，那同样是一个局部的范围，可是如果我们对于健康风险的评估，它来自于就是说其实像当产业的排放清测在不同的地区，好，那有一些就是说看到同样的一些趋势，好，这些部分的理解我觉得可能是重要的哈，也就是说健康风险评估怎么样放进我们的空污治理的这个议程哈，而且是比较系统性的。然后再来是，其实环保署现在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哈，比如说包括要进行那个物联网的卫星监测。那刚刚其实我觉得提到一点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这种包括就是说，其实监测的这些理解，我们现在环保署也发展出相当多的技术，也投资很多的资源。可是刚刚我想瑞根的报告里面其实有特别指出来，就是说或者说刚刚嘉良的回应里面，比较多的是社会性的这个部分的参与跟对焦不足。好，那未来台环保署在其实在做类似的监测，或者说刚刚其实包括健康风险，怎么样跟民众更多的这个对焦哈，比如说像这个监测的部位，我们怎么样从一些比较敏感的区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比较重灾的这个区域，其实开始系统性的收集资料。我想这个部分就是环保署可能未来在治理里面也可以考虑哈，就是结合现在发展的技术，可是跟社会的回应跟需求其实有更多对接的可能。好，那我想这个也是我想在是这一波讨论里面想特别提出来的。那最后我们是有没有，就因为我知道等一下那个蔡处长，因为刚大家好像还是针对他了哈，可是有没有其他的语坛人也想要再就是简单的回应？好，那我想要回应几点哦，一个是这个处长刚才讲到说就是今年才第一次开设这个中央指去年底开设这个指挥中心哦，那大家想一想，我们这几年根据官方数据是空品是有改善的，那当然去年是恶化的哈，那表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忍受更糟的空气的时候，中央是没有作为的，是在睡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再来我要谈的是空气品质的标准哈，不管是我们的 PM10 或是臭氧或是硫氧化物，这都是太过宽松。那记得去年8月的时候，蔡处长在这个公听会上也讲到过说，要在去年底之前提出空气品质标准的修正的草案，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端出来要加严的一个草案，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个，谈到中国的降载的部分的话，根据我们长期观察中部的空气品质哈，我们就发现就是说，中国如果有降载，它的降载的多的时候，那个效果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好，那所以就说这部分呢，我们觉得就是因为官方都是用环保署的测站就5个，但是如果我们从密布在中部的空气盒子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还有包括台中市自己本身有总共它的网站，从它网站上来看的话，颜色哈，如果是就是说如果不是用那个延迟的 AQI 来看，而是用小时值来看颜色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看到效果是明显的，降载它就止爆就减少，当它升载的时候止爆又回来了哈，这是我们过去的观察，这是第三点。嘿，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希望说环保署是不是能够在
空气品质标准 是最重要的。我们一直用宽松的标准，然后就会告诉大家说我们都合标，事实上很多地方都不合标，甚至很多地方是因为没有测站，所以你没有数据，你就不知道到底污染有多严重。谢谢。那个这边这边就是这边很多问题其实都在我们 working paper 里面也有对应，所以这边也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应哈。首先还是感谢那个处长这边推出这些措施，我想是很有效，那决心魄力也都很够。好，那像我们 working paper 第一章其实就把所有这个高压风法修法实施加也是详细的真的是描述一次，让大家知道政府做了什么。但是那个接下来第一点就是说，像那个许英新副会长这边谈到的东西，其实我们 working paper 里处理这个就是区域差异。那区域差异真的是希望说处理面将来怎么样对外说明跟去处理。那当然我们这边也算是回答一下副会长，就是说如果在美国的话，过去也是先从整个空品大跨州的整个标准先降下来，再来是州的，但是到现在来讲的话，它已经是抓全美的40个超标的郡了。它如果以州为单位，我忘记应该加州好像也达标了12微克立方米，所以这个平均值这个东西也是逐步的啦，也不能。可是另一个思维是说，民众的健康也不能等，所以当然处理面也要知道为什么环保团体跟我们一般民众会这么急，但要从整个国家先从18降到15，但是你各个区域那这里面怎么取舍，我觉得这会是民众非常关心的一点。不是说环保署没有降，如果我今年看到说去年真的平均是18的话，18点多一点，那真的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接下来第二点真的也是我们里面讲到的是治理的问题，就是说18要降到15，处长您现在看到技术上可能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从国际经验或者说从我们学理上来看，接下来不是技术问题，真的是会越来越是治理跟政治的问题，会是这个副警长王明云副警长讲到的一个课责性的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清楚的指出哪边在该减的，因为那个减量会越来越困难，它边际效益跟社会利害关系者的反弹会越来越大。比如说接下来公车要转电动的这件事情，真的是反过头来，不是说赖清德说我坚持就是要这样做就有办法的，他底下一定会有很多社会利益的阻力跟桥。那当然你时间定了我觉得是有点晚了，不过这个技术性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柴油车的那个贡献非常大，都想减，我看到那个减量电动化整个的时程健康是不能等，那个10年后20年，可是你急又急不来，对不对？因为我们又不是中国一声令下，这个时候其实一个策略就是寻求民众，反过来从民众协力自己用民主制度去要求他去改变，因为他们执政团队很知道，如果民众在这个地方，如果现在是发动一个拒搭排烟公车，或者是我贴个标签说我只搭电动车，这样过来的话，自己市场的改变就会过来。但是这个的前提是我看到的是要像美国一样，他 EPA 就清楚的把那个成本效益弄出来，民众就知道了。那这个成本效益我看到它至少是3个，健康加进来这个一定，第二个减碳为什么要加进来，因为它这样数据才会大嘛，但是不能重复算，它这里面都有写啊，他说我这个效益没有跟温室气体重复算，所以有些国家分开，有些国家合起来，但是詹长全老师是说就是合起来算，因为这样有一个成本效益是好算就会大。再来就是工作日那边，那也有点像健康，所以在职业场上整个成本效益拉出来就会算出像美国那样那个效益是大于成本90倍啦，100多倍，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但是这个数据出来民众一看到，他会有一个民主的力量去推动柴油车的转型啦，或什么。那像柴油车套行这件事情，这种租税转嫁都很容易进行嘛，当然不是那个套行的那个小业者自己去弄，甚至是可以是业主，甚至是谁叫的货运车谁来负担，比如说送往某工厂的这个公车由这个园区来负担这个产业的这个叫做这个就是升级三级或是电动化的这个成本。那我觉得这些有些东西你看从18到15要到12这中间绝对都是牵涉这些政治的问题，那如果想要快的话真的是要民主去推，会有一个力量。那我看到有一个机会过去了，就是前瞻基础建设里面那些钱然后弄出来，那我知道政府有时候就会有这些钱，那这些钱有没有办法真的是弄到有意义的部分啊？那这是我看到，所以还是跟去年一样，就是说周老师啊、杜老师啊，我们大家真的是希望说协力，然后一起把这个事情弄好。那需要
在社会科学治理上，哦，就是帮忙的地方，我们也都很愿意一起让它更好。对。好，那最后那个老师还有什么？那我们就最后请蔡处长，好，那把握时间讲。是这样的，大概是简单的回应一下哈，刚刚那个提到那个沙尘的问题哈，那个大陆那个叫沙尘啊，沙尘暴哈，在以前的话，沙尘暴那个事实上是来了很多哈，那今年也有哈，今年提早起沙哈，这个很特殊，今年大概现在已经开始在起沙，那今年为什么会起沙？因为今年大概是大陆就是降水就偏少，所以偏少的话就会很多人起沙哈，大概是看有没有起沙哈。那一般起沙是在一到三月，就是在三四月那时候雪开始融化，有那时候会起沙，但是会过来，但是大颗粒的哈。那跟我们现在讲的 PM 二点就是小颗粒，大概是尤其是在烧煤这种过程，或者说这个一些燃烧行为，或者说这个工厂或者是公车这种所造成的这种东西是 PM 二点五啊，这个大概是会。整个会带过来哈，那带过来，实际上你如果是可以去看国外的网站，一个叫像这个日本那个叫 Sprinters 的一个网站哈，还有一个是其他的叫 AirVision 那个网站，你可以看到整个大部分东西引进到台湾，整个是一波一波这样下来哈，很清楚。这几天大概看，现在就有在影响，现在在影响大概不是很多，但是10到20个微克啊，还是有在影响啊，在持续在影响当中哈。那当然这个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刚刚也提到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哈？这个碳的部分我就不讲了哈，因为碳的部分大概很多的部分大概是会属于这个属于碳权的部分了哈。这个那大概是这部分就大概再来是排污的清澈的部分哈。事实上是我们事实上是比较有要希望是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清澈的这部分我们应该去做的哈，然后有效比较有系统的去做一个理解跟分析这部分我们会再去做的哈。刚刚有提到这个空污标准，这个空气品质标准的部分，这部分我们已经在研商当中了哈，当然还没搬出来啊，慢了一点啊，要给我们一些时间了。哎，我最近大概是把他们压迫得很厉害哈。大概有一个哈，过去大概是就到我们那上班3个月然后就这个辞呈已经递出来了。他说他以为都是6点下班，结果每次都要做到8、9点，那是受不了。好，但是基本上那个我是觉得多做一些事情是好了，年轻人能够多做一些事情是好了，但是有时候还是要给我们一些时间了，因为真的事情很多东西要去做吧。然后大概是有些东西实际上是过去已经可以做到了。我从民国70年在做整个空气品质监测，去做空气品质的预报，71年就开始做了，做到现在就发觉是说，台北市最严重的地方已经过去了啊。那时候大概是民国70几年，那时候很严重。那时候大概是你可以出去的话，一天回来这个领子一定是脏的哈，应该是大家都有经验了哈，所以大概是那时候是非常的糟糕，然后现在大概已经都逐渐变好，所以有很多改善哈。那当然这个后面我们可以整个降载经济我们会在陆续的评估当中的哈。那民众的结构改革确实哈，这个我们也是知道说民众非常的急迫哈，然后大概是有些这个健康风险的部分呢，我们实际上是会去从我们大概是会从一些受理的角度里头去用，因为健康风险必须要去量测到他所谓受体里头他接受到的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哈。因为它是一个混合性的东西，所以很多东西要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评估啊，所以这个大概都是要花钱的哈，钱都是应该还是要放进去哈。当然成本的效益部分，这部分我们是已经在做了哈，目前一个模式哈，实际上已经在做。我们这个 Abacus 啊，就是国外的，这个是美国环保署的一个模式哈，它会去算到成本效益，去做还有健康的一个分析哈。然后到最后，我们实际上是整个，我是希望先定的比较完整一点了。比较完整的一个空气品质标准是应该是就这种不同的标准里头是就分析出来说，你如果要降到这个15的话，你大概要花多少钱？降到12要花多少钱？降到10的话要花多少钱？啊，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达到这个啊。然后大概是它的一个健康的损失大概是多少钱？两个去取舍啊。然后到后来就是说要去做一个政策决定的时候。
这个就必须要向这个我们这个卫署长这种政务官去做最后的决定了。好，所以大概目前老师是简单回应到这里，谢谢。好，非常谢谢蔡处长哈。今天我想很多的朋友来到这边，其实也带着对于环保署的期待。那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其实是环保署哈，其实是增强他的论述哈，以及就是说，其实在政府推动政策的一个助力了哈。因为我想刚刚提到很多的怎么样跟社会推交哈，用其他的就是说，其实是社会政治跟经济治理的角度。刚刚的成本效益分析其实不只是包括那个就是说管制的成本啦，哈，或者说是那个健康的风险哈，其实还包括就是科技创新的可能哈，怎么带动产业哈，其实在有限的资源跟有限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创造最大的人民最大的一个幸福感。那非常谢谢今天好大家就是在下午哈，还听了这样子一场非常严肃可是很有意义的讨论。那谢谢大家。